1985年10月10日，这一天，有3000多位重要的人物聚集到了紫禁城的乾清门广场。这一天，有超过20000多的普通老百姓来到了这里。这一天，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上了一块匾额，故宫博物院。这一天，在这里举行了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大典。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今天开始，这里再也不是皇宫，而成为了一座博物院。数百年来的禁地正式对外开放。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亲身走进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原来啊，戒备森严，那个老百姓连个城墙边都不能挨。那这现在能够打开进去，再有条件是，我得拿砸锅卖铁，我得买一张票去看去。当时很多人就说，我这一生能没有机会踏进故宫，那就满足了。就能瞧见这个钟，各种的钟，各种的钟啊，还有瞧些个什么，他们瞧的瓷器，我就不懂了。成立以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去参观李白集是哪一路哪一栋。更多的人参观故宫，是因为皇室宫廷生活的神秘，来看看热闹。也有一些人为了能亲眼看到皇家的书画藏品，专门来看门道的。第一是有老师教导，说这个东西啊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坏的。那么这样的这3年里的那收获，收获大了。但是旁边人看呢，随便看着玩儿，那另说了。我们有意来学画儿，那是天上飞下来的宝贝。这是一段历史的结束，也是一段历史的开始。在这个必然的过程中，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总有一些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这段关于故宫最早的影像是一个叫克林顿·西蒙斯的美国人在公元1903年拍下的。5年之后，爱新觉罗·溥仪在这里登上了龙椅。又过了3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6日，溥仪在养心殿的东暖阁看见隆裕太后坐在炕上擦眼睛，面前跪着一个老臣，满脸泪痕。溥仪不知道，那个老臣就是袁世凯，就是不远的将来也当了几天皇帝的人。他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请求。1个多月后，隆裕太后在养心殿颁布了退位诏书。年仅6岁的溥仪糊里糊涂地做了3年皇帝之后，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这些紫禁城的老照片
拍摄于溥仪退位前后的那段时期。作为和平退位的交换，他们和当时的民国政府签订了轻视优待条件。这个条件主要是允许退位皇室居住紫禁城后宫，保留皇帝的尊号不变。每年政府给他们400万元生活费。就这样，末代皇帝溥仪从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成为这个小朝廷的主人。这就是清室退位后隆裕太后向各部下发的诏书原件。皇帝溥仪为首的殉亲皇室被准许居住在紫禁城内廷。当时的紫禁城以这乾清门为界限，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乾清门以南归民国政府所有，乾清门以北，也就是原来的后宫部分，由退位皇室居住。一座宫殿内并存着两个朝代，这是几百年来紫禁城空前绝后的特殊时期。它使得民国时代的北京城里出现了国中之国的怪现象。刘溥仪还小呢，17、18岁呀、啊，他岁数还小，所以还是愿意跟小孩一块玩。郭布罗润吉，末代皇后婉容的亲弟弟，这位老人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进宫后和比他大7岁的溥仪玩耍的情景。我母亲骑自行车在家里，我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后来我就带到溥仪那儿。溥仪就买了很多自行车，大家都学，这个连婉容也学，有向天婉容也会骑了。这就是溥仪当年为了骑自行车锯掉的门槛儿。溥仪的话呢，他生活在这种只能在宫内占一个小天地的生活来说，对他来说也是很苦恼的事情。他不能出去。在这个溥仪这个后半生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啊，就是高墙。在宫内一生下来是王府，3岁就进宫当皇帝。”一眼看到就是高墙，什么紫禁城的高墙。不能离开紫禁城一步的溥仪向往着自由，高高的宫墙已经隔不断与外界的联系。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当年溥仪在宫中订阅的报纸，这些报纸刊物不知给溥仪带来多少潜移默化的改变。也许是英国教师庄士敦的缘故，溥仪受到了各种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自从我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大家的眼里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我剪下了辫子，因为庄士敦说，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急得太妃大臣们捶胸顿足。
当师傅们一起劝阻说，若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这可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吵闹着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安上了电话。有了电话，他觉得这个笼中的小鸟啊，有了跟外界沟通的一个机会了，那就四处打电话。拨的怎么一拨呢，就拨到胡适那儿去了。他给这个胡适打电话的时候呢，给胡适吓了一跳。他也不说自己是谁，说你是胡适吗？胡适说是啊。说这个你是谁？我是谁？说那你猜猜。他那猜不着。然后呢，溥仪哈哈哈哈就一笑，我告诉你，我是宣统。1916年，袁世凯自立为帝，坐上了太和殿的宝座，并下令把外朝三大殿匾额上的满文抠了下来。清皇室惶恐不安，准备让出皇宫，迁居颐和园。身为清朝旧臣的袁世凯，为了安抚他们，保证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于是，在短暂的83天里，两个皇帝共有一个皇宫，相安无事。仅仅一年之后的1917年，张勋复辟，溥仪在乾清宫被拥立当了12天的皇帝，又匆匆下台。在政权交替中，人们忙不迭地更换着各种旗子，很多百姓的家里干脆同时准备好了共和旗、龙旗，以应付随时的变动。与此同时，民主和科学的进步思想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一场更为深刻和巨大的变革正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着。外界的风吹草动，在紫禁城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溥仪知道，清室优待条件以及袁世凯的承诺已经不能依靠，清廷享有的优惠待遇早晚有结束的一天，而这一天越来越近了。为了给自己出宫后的生活留后路，溥仪开始以赏赐的名义，让弟弟溥杰把宫里的藏品慢慢带出宫去。溥仪如此，宫里人也早已是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和日后的生计打算。这时，英文教师庄士敦告诉溥仪，在北京地安门内的烟袋斜街新开了许多古玩铺，一打听，这些古玩铺的老板都是宫里的太监。溥仪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所以这么一来呢，溥仪有点那什么，说这个东西不对，宫里的太监上那儿当那个古玩铺的那什么去，那么这些东西由哪儿来呀？还不都是宫里的。紫禁城当时藏宝最多的地方是建福宫。溥仪说，他在16岁那年，有一天出于好奇，叫太监打开了一座库房，他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随便打开一个，全是手卷书画和非常精巧的玉器，这都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珍玩。溥仪对当时的紫禁城做了这样的描述，紫禁城表面上平静，里面的秩序却是糟糕一团。我究竟有多少财宝呢？这些东西没有数目，
这就给偷盗者打开了方便之门。所以溥仪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当时就下令就是要清查啊这个宫里的藏品。还没等他检查呢，他放出这方来说了这个事儿以后，还没等他检查就着火了。据说火警是东郊民巷的意大利公使馆消防队发现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的时候，守门的还不知怎么回事，结果建福宫一带烧成了焦土。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个谜。当然建福宫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但是肯定是这件事情对于当时溥仪朝廷是非常不利的，应该是激起了全国的公愤。我们今天依然能从溥仪生活原貌展览当中看到他们当年在宫里的生活情形。从1912年到1924年，殉亲皇室在紫禁城里一住就是13年。至于清室优待条件中提到的日后迁居的事，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历任总统都没能实现。历史最终把机遇给了冯玉祥将军。1924年冬天，紫禁城内廷忽然走来30多个士兵警察。为首的三人是新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陆中林、京师警察厅总监张弼和国民代表李玉莹。他们见到了内务府总管大臣邵英等人，就拿出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责令逊帝立即出宫。这时的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苹果。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惊慌失措。他们恳求着，希望能宽限一个月、10天，哪怕3日在班也行。几次交涉过后，陆中林以如再拖延，景山上就开炮相威胁。溥仪等人只好匆匆离开了储秀宫。从此，皇室也永远告别了紫禁城。当年溥仪和太监宫女们出宫时拍下的。第二天，陆中林、李玉莹等一行人来到了存放玉玺的交泰殿。他们首先要查收象征皇权的印玺。在文物工作者的帮助下，我们用真实的玉玺再现了当时点查的情景。那些曾经至高无上的玉玺高高的分列在宝座两旁。
人们按单子一一验证，一共点交了23颗玉玺。这些玉玺今天依然完好的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帝制到此，总算彻底落下帷幕。北京城里到处响起了鞭炮声。当年仅有8岁，已身为演员的宋保罗，还记得为冯玉祥将军的庆功堂会做表演的情景。就是庆功会，那个好，大概有几万部队嘛，都在看戏，黑压压的一片。那时候冯玉祥嘛，穿一个灰色布的棉裤棉袄，还有他的爱人李德全，李德全给了我两块大洋。哎，冯玉祥嘛，抓了一把花生给我，大家很开心的。皇帝走了，皇宫依旧，可是皇宫里究竟什么样，没有人知道。1924年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长是李玉莹。李玉莹是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在驱逐溥仪出宫时被推举为国民代表，同时聘请了蔡元培、陈元、沈监事、陆中林、张弼、于同奎等社会文化名流担任委员。委员会的职责是办理清宫公产私产的认定及一切善后事宜。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有收藏文物的传统，一个王朝灭亡后，新的王朝则取其收藏为本朝所有，所以清室善后会认为清宫中历代宫廷传世之宝都应复归于民，属于民国政府所有。吴莹在溥仪出宫那年33岁，是为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第3科科长，主要责任是对逊帝溥仪和清宫事务的监管。溥仪出宫后，受清室善后会委员易培基的聘请，做了故宫的顾问。吴莹的大女儿说，无论是她的父亲还是易培基，对故宫的热情都是出于对中国传统典章文物的喜爱。都喜欢玩古董，知道，所以他来北京就是逛琉璃厂，他们就一块儿去买这些，看这些。每礼拜我知道又上琉璃厂去了。就在清室善后会准备点茶的时候，时局又发生了变化。奉系张作霖率部入京，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冯玉祥辞职。第二天，殉清皇室人员立即出来声明，所有清室修正优待条件不能认为有效。溥仪本人更是登报声明，出宫时的签字是因为受到强迫。善委会原定在11月22日进行的点茶预备会被迫停止。岳母夫人劝他说：“别闹，说这，说没有好结果。”他不爱听。溥仪呢，做梦，实际上呢，都瞎想。他们呢，就为了，就是说，第一，他们想再争取回到宫里来，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希望。那么第二个希望呢，即使回不到宫里来，也希望能把东西拿走，哪怕拿走一些。这个事情吧，在段祺瑞呢得到支持。段祺瑞当时命内政部和警察厅不准这个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这个清宫的物品。这时，一位叫庄运宽的人挺身而出。当年袁世凯称帝时，全国60位议员有59位支持，唯有他一人冒死反对，从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声望。
后来被民国政府委任为审计院长，同时参与了善后会的工作。庄运宽在段祺瑞面前力保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和易培基等人。段祺瑞这么个情况下呢，批准了这个成文了，批准这成文了，就在法律上等于确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存在，这样李时增这些人就合理合法的带着一批北大系的学者进入了故宫。就在1924年11月24日这一天，善后会在李玉莹的带领下开始了正式的点查，第一个地方就从乾清宫开始。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当时点查的情景，2005年4月，我们在原地进行了再现。按当时的规定，每一个宫殿的物品按千字文次序编一个字，然后依次编号。乾清宫是第一个开始点查的，编成了天字。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木榻凳子，就把它记录下来，列为天字第一号文物。这件事被传为了笑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怀着好奇的心情第一次走进宫殿的。这天的点查工作被人用这几张照片记录了下来。人群中有一位来自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年仅19岁的单志源。32年后，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正好呢，有一个摄影委员也在那儿，就说那个单志源说给你拍个照吧，说穿那个马褂拍个照吧。他自个儿还曾经写过呆若木鸡，好像像个老学究似的，他可不可看也。当时对来故宫参加点查的工作人员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他首先要有两个坎儿，就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呢，就是说铺保，你要进故宫那门三家铺保，你一旦发生盗窃，发生那不轨行为，你要承担责任，你要替他去还钱。一个呢，就人保，这得保证你那什么呢，没事儿。最大的一个呢，就是你不能偷盗，一草一木都不能往外拿。当时在宫里把点查叫出组，工作完毕叫退组。出组时大家要一起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得单独行动。点查初期正是隆冬季节，宫内又不能生火，为预防发生偷盗的事情，他们用袋子扎紧袖口，使两手在寒风中根本无处可藏。有时点查两足站地，一站就是3-4个小时。墨盒里的墨，毛笔的笔尖经常被冻成冰块。清点工作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他们那些人的那种文化使命感和保护文化遗产这种责任感，现在真的回想起来，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强烈。善后委员会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制度。
每一次点查的名单上都印着组长和成员的姓名。这些具体的工作包括查报物品、登记、贴票、事务记载。每次出组完毕后要贴封条上锁，这封条上的四个部门是国务院、警卫司令部、清室内务府、善后委员会。当时还要求工作人员退组时留下自己的影像，以备日后的查档。经初步清点，清代宫廷遗留下来的文物有117万多件。故宫连同宫中的珍宝究竟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成为社会上下关注的焦点。善后会根据国际惯例上对皇室宫殿处理的办法，应该是对公众开放。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故宫应建立博物院，而最早提出这个动议的，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1925年的7月31日，善后会在清点养心殿卧室的时候，有一个重大发现，那是溥仪和清宫遗老金良、康有为密谋复辟的文件。这些文件的查获，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驱逐溥仪出宫是正确的。自溥仪出宫住进了醇亲王府，20几天后就躲进了日本公使馆，第二年到了天津日租界。继续进行他的复辟活动，回到紫禁城几乎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鉴于当时的紧迫形势，善后会认为应该迅速成立故宫博物院。25年的9月底，他们就开过一次会，就说是形势相当紧急，必须成立博物院。博物院一成立，这就是就彻底杜绝了这个溥仪这一伙伏笔的念头了。1925年的初秋时节，在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子正式确定的前几天，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玉莹先生用大抓笔书写了故宫博物院5个气势磅礴的大字，就像本片开篇向大家展示的那样，1925年10月10日，距今整整80年的这一天，故宫博物院成立了。博物馆是不追求盈利的，它是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开放的永久的一个机构，它对于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研究、收集、整理，特别是为教育、研究、游览的目的提供展览。当时的一位学者评价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又一次胜利，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世，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规的开端。神武门前车水马龙，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景象。
在袁世凯死后的12年间，前前后后有5位总统，一个执政，一个大元帅轮番上台。不管是谁在台上，他们都把目光对准了故宫。1926年，当时执政的段祺瑞以煽动共产学说为理由，下令通缉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玉莹、易培基等5人。他们被通缉的真正原因是在故宫问题上跟段祺瑞政府长期对立。故宫博物院失去了领袖，自此善后委员会被迫解散。7个月后，北洋政府的国务会议改组故宫博物院，成立保管委员会。在重新选举中，清朝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在他们的鼓动下，迎溥仪回宫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当时留任的庄蕴宽、陈元等人表示强烈反对。由于他们的坚持，赵尔巽、孙宝琦没能顺利上任，怒而辞职。故宫博物院又一次脱离了险境。然而，紧接着为保护故宫而据理力争的陈元先生却被捕了。陈元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学家，时任辅仁大学校长。今天他的学生启功先生这样评价他：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中国人，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宝贝。1926年，坚持为故宫工作的吴莹先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故宫正是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出胎就不健全，你争我夺，多灾多难。我们一般看护的佣仆竭尽全力，忠心耿耿，坚持不肯离去。他们为了不受北洋政府的摆布，坚持不要政府贷款，一切院务开支仅靠门票收入艰难维持着。与此相反，乾清门以南的前朝部分，于1914年就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因属于北洋政府管理，一直能够正常的运转。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故宫博物院的主要领导人李玉莹、易培基、陈元全遭通缉。为了保卫新生的故宫博物院，1926年12月9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成立，吸纳了学者、官吏等各方人士共同参与。这部分知识分子、这一波文化名流，以他们的身份，因为这文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一个文化的大师呢，他可以足足可以镇住一个，领兵百万的一个军阀。然而1年之后，又一位军阀张作霖却下令查办故宫，名义上是彻查文物，实际上是寻找借口推翻维持会，把管辖大权抓到自己手里。由于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竭诚维护者，院内事业没有受到影响。时间走到了1928年，中国迎来了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国民政府。这一年6月，曾经被通缉远走他乡的易培基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他因身体原因一时无法北上，所以委派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等人代为管理故宫。马衡到任后，
故宫博物院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至此，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稳定发展时期。正当故宫博物院的前途出现光明的时候，一个叫金亨颐的议员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提案。他把故宫视为清室私人遗产，主张废除故宫。他的这一提案居然在民国议会上获得了通过。这不禁让人想起数年前曹锟执政时期，有人曾建议拆除外朝的三大殿，建造西式的国民议会大厦的事情。此事也曾闹得沸沸扬扬，结果是远在洛阳的秀才军阀吴佩孚电告全国，若毁此三殿，中国将永丧此巨功古物，重为万国所笑，为此事画上了句号。现在又出现废除故宫的提案，文化界人士无不愤慨。他们委派张继先生针对金亨颐的提案，在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上一一进行驳斥，故宫博物院终得保存。老实讲，尽管有不同的这种企图，但是从大局面上讲，都给故宫网开一面，这实际上就是对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一个尊重。经过这样的军阀混战，经过这样的动乱，没有遗失，反而完整保存下来了，真的是感谢，真的我们要去感谢这个先人，这么多前人做这么多默默无闻的这样的工作，也足以使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觉得自己骄傲。让我们再次记起一些名字：李玉莹、易培基、陈元、马衡、庄运宽、陆钟麟、吴敬恒、沈监士、吴莹、蔡元培、于同奎等等等等。故宫作为中国文化的枢纽，始终跟历史的激荡与变迁紧密相连。这座宫殿和它收藏的那些珍宝，随着命运的起起落落，始终让疼爱它、视它为文化传承的故宫人揪心不已。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他们一直坚持着把故宫博物院完好地留给了后人。